Hello， 各位，今天呢，我们的 YouTube 界掀起了一场腥风血雨。有一位 YouTuber， 他把我骂的是体无完肤，骂的是有够伤心，有够难过。我看完了他的影片，我真的是痛哭流涕。我已经真的深刻的体会到错，我知道什么是错了。我觉得他比特哥骂的还伤人。骂的还没水准，他是你们所有骂人的领导人物，你们所有人会在网络上面打嘴炮，你们都应该要跟这个人指教。我觉得他的带领之下，你们大家都会成为一个非常有出息的酸民。我们来看看这位 YouTuber 邵星辰 ，Oh my God， 邵星辰太扯了吧，三个赞。干完了，吓到！干真的吓到，妈的！哇，留言功能已提供。哎，我们大家就来看看你们大家的标杆，然后他的水准在哪里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来看看说了什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星。今天我们要又来讲，就是最近 ，A B 最近开始烧很大的一个外挂，叫做赖，叫做赖。你们应该听过他是谁啊？你他妈的可不可以不要讲话？放音乐！你放音乐还放那么伤心的，你到底是爱我还是恨我呢？不懂哎，邵星辰，不懂哎。还是谁？还是这位大兄弟，好吧？如果你们还是不知道的话，他开外挂，来，简单啊！如果你们还不知道他有开外挂，他有开外挂啊，也没关系，我给你们看一下他开外挂是怎样。他开什么外挂？来，我用讲的比较好。他是开自瞄，他好像就只有开自瞄而已啦。然后再来，还有一个，他最近也是帮他朋友什么借钱什么。来，如果你们还不知道的话，再来这次你们还不知道的话，来我可以给你们看。来，你们还不知道的话，来。你到底要干嘛啦，邵星辰？你到底要干嘛？好的，他好像把别人的影片，哦，他那时候有开直播，有没有开直播我是不知道的。他唯一一个有讲到的人就是丁特，丁特你们该知道是谁啊？就是车哥。好，他讲这几个人，他讲车哥，我就觉得有点过分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我们就直接讲重点了啦。你要干嘛啦？到底什么时候你才要讲重点？哇，他开外挂的影片来就在这里，好不好？等我一下哦。练，然后还要考虑到天分。他妈，这个不叫开外挂的影片，开外挂的影片在青玉那边，这个是我在讲开外挂，你有没有搞清楚状况？同学，来，你们觉得？啊，他自以为他脸皮很厚，我跟你讲，那我脸皮比你还厚，好吧？真假看得出来。哇，还帮我打广告哎、欸、，Thank you 呢，哎、欸，邵星辰谢谢，还帮我打广告，我操！来，你自己看，来有没有看到？重点，好不好？还有一个。啊哎，劈腿，他这件事我就不讲，反正也不关我事。我今天要讲就是啊，大兄弟，你那么会烧，我就跟你烧，好不好？好，是。今年开，来，等一下，重点来了，六年级就开挂，开到现在啊，你们应该不知道哈，要知道的话没关系，下方留言跟我讲，好不好？
道心诚，你可不可以放过我？真的很难过，你怎么可以讲这种话？很伤人欸，你比特哥的嘴还要厉害。你的嘴巴你怎么练的啦？欸，你这个嘴巴，你比特哥功力，我觉得高十成哦。有哦，你的字字句句都有刺痛我的心尖哦。干，我好，欸，我好像真的开始有点觉得我认错了，我好像开始真的被你骂到，已经有点觉得，对，没错，这一切是我做错。再讲下去，干，我可能等一下真的要跪下来。如果还有看到他，如果还有看到戴红林，戴红林再看。在玩这些游戏没关系，检举他，好不好？平坦嘛，游戏局的有吗？哦，黑局的那个游戏嘛，来两次，他妈加这一次三次，好不好？一次是 GTA， 一次是 Apex。GTA 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来不好意思，讲错，我讲错了，他确实是两次。但是他 GTA 开挂，我知不知道？修改器哦，他 GTA 是好像请别人写那修改器吧？哎，这个用词哦，你不要什么都好像，哎，他好像是开挂啊 ，GTA 好像是，哦，他 Apex 好像是就已经确定了，没有好像，你不要再好像怎样？我的小象邦邦，来，你们应该知道哈，接下来你们应该知道哈，他说他是什么毒瘤啊，外星界毒瘤，我靠，让我领，哎，让我领，来了，邵星辰，你不要再放音乐了，那过期无效的挽留，要挽留我吗？你真的讨厌我吗？我不觉得欸，我觉得你好像很爱我欸。放音乐干嘛啦？放音乐骂人比较有那个情境，是不是？那我们来啦，来啦，那我们，你很会开关机制，你很会开关机制啊，啊，你很会开关机制啊，啊，那我们，你很会开关机制啊，啊，我跟你讲啦，啊，那我们。我跟你讲啊，好不好？想要跟我讲什么啦？一直赖我你，赖我你！我跟你讲啊，好不好？赖我你，我跟你讲，到底讲什么？够了没有？你赢了，你赢了。看事发到现在，就没有人让我生气过。你是第一个，干我这个人，这受不了！猜，干我觉得你在挑战我哎、欸！干完了这个挑战我过不了哦。你赢了，邵星辰你。你再讲下去，我两个行眼泪马上就滴下来哦。你要是再被我看到你，你要是被我看到你在 Apex 开外挂，如果是看到你的话，我跟你讲，绝对喷。怎么开挂？没有开挂的话，我就怎样？就干嘛？我再听一次。我看到你在 Apex 开外挂，如果是看到你的话，我跟你讲，绝对喷。绝对踢我。我开挂你踢我，所以我开挂你就踢我是吗？欸，你就踢我是不是？哎呦，哇，干好恐怖，太可怕了吧，很痛欸，你就踢我，我很痛欸，不要吧，我建议你以后，我不管你是要骂人，还是你要评论什么事情，你请先把你讲话的中文学好。你的口齿不是很清晰，我一直很试着很专心来要听你在讲什么，你跟我今天是听阿伯啦，真的听不懂啦，你继续。你是我的脸皮很厚啊，有的意思是你只是 GTA 有钱而已啦，现实没钱啊。这句你说对了，我真的没钱，好伤人，你怎么可以讲人家没钱啊？邵星辰真的是哦，字字句句都很伤我的心哎！你快成功，你应该是可以成为第一个让我认错的人。还有啦，这个粉丝人数比你还要多啦，好吧？你要少没关系，我替这个少。你确定特哥会鸟你？哎，没有，一定会鸟你，很
你这个讲话这个口气真的是火力全开，重伤我。没错，你的意思就是特哥骂你废物，凭什么回嘴？人家是 LOL 战队老板，你是什么啊？以后要嘴炮什么的，要你有权力跟地位，才有办法跟这些人抗衡。那你如果是一般老百姓，你就是活该啦。你只要今天没有一个身份地位，你说什么话都是屁。可是你要问，你要问其他的实况组也是可以啊，你来吐血。哦，他要问其他实况组，哇，他该不会有认识很多大咖的实况组吧？我不要问我不要问我认识的，我就问我不认识的，好不好？哦，问你不认识的，你可以问你认识的啊，可是你现在要问你不认识的。哎 ，Apex 是不是？是 ，Apex 没错 ，Apex。哦，我就不要问国外的啦，我就问台湾的就好了。哇，你国外都有认识哦，不要问国外的，你要问台湾的就好。你完全用你的人际关系碾压我哎、欸！好，来，我就问这个，好不好？我就问这个，我也不要把他那个，来，我就问这个，好不好？这个我也不认识，我只是追他而已，好不好？等我一下、哦，看一下，不是。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尊重？网络升级一下好不好？你再出来骂我，我就 OK。你下一次再派一部，网络换好了 ，OK。你的所有流程都安排好，不会在那边啊。我等我一下，我 OK 嘛？你不要让人家等你好不好？很累。你等我一下啊。老大，然后我不要问实况组了。啊，大小啦。哎、欸，你说一就是一哎、欸！哎、欸，你自己说要问实况组，你现在又不问了，你要干嘛啦？我就问一个人就好了啦，好不好？是，你问。哎，我就问一个。嗯，我就问一个，好不好？我就问一个。哎，等我一下。哎、欸，艾毛。喂。艾毛。等一下，他在不在啊？他在。那艾玛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哦。喂，你朋友真的不在还是不理你？为什么你跟他讲话他不理你？你朋友太过分了吧！你问他，你叫他，你不回你，哎，这种朋友要绝交吧？你这种朋友真的不要交。他到底在不在啊？你妈的，这个每次都是我先打他，但每次都是他在呀、啊，他朋友在。哎妈，哎妈，来不及了。他朋友在，他不屌他、欸。哎，算了，没事了，没事。有人在求你啊，张星辰，你如果在学校哈有受到一些排挤或者霸凌的话，你可以跟我说一声，没关系啦。我真的很不忍心看你这样子，你的剧情反转再反转、欸。我一下很难过，一下我又不知道又该哭还是该笑，你让我心情很复杂哎。本来有点想道歉哦，本来有点想要求你原谅我，结果你朋友怎么都不想理你了。我再听一下，再听一下。嗯，看你有问题。有谁在？哦，怎么了？我问你个问题哦 ，Apex 最近不是有个人开挂开很严重吗？嗯，怎么了吗？戴宏林，你知道吧？知道，怎么了？他好像也是有烧到丁特吧？丁特到底是放火吧？有烧到丁特？对吧？他们？对啊。怎么了吗？我不知道，他自己开。在 Apex 开外挂开到脑胸，然后被别人伤，然后换他自己烧别的实况组了。丁特有打 Apex 吗？有啊，但他很烂啊。这谁？我给你一个赞好不好？讲话不要那么老实。我真坦白讲啊，手动的是
丁特嘛，托伊斯，托椅子有没有打我是不知道啊，但是放火好像有吧，放火好像有。少。这里是现在，我是真的忍不了戴宏你这样烧丁特烧成这样。没什么好不好那个、啊，这对我们来说又无伤大雅。哎、欸，然后你知道我现在录影吗？那个我还听那个，我现在要烧回去啊！我就想说问一下暗猫正现在在打 Apex 啊，他现在没空啊。所以你对戴宏林开会挂那个看法是什么？不予置评，好吧，不予置评，因为这次不关我的事情，我只是个路人。你不是也有打？我有打、啊，可是我没有撞到他们啊。来，你们有没有听到？有没有听到不予置评？好不好？有没有听到？啊？有没有听到不予置评？人家说的不予置评是他没有遇到我，所以他不予置评，不是他妈他对于开外挂这件事情不予置评。烧到谁啊？或者是烧到其他时空服务没关系，重点是你烧到一个是大咖，丁特扣大咖吧？啊，我管他大不大咖哦，特哥大不大咖干我屁事哦。所以今天你够大咖，别人就没有办法讲你什么，是不是啦？你什么逻辑？干完了，干我要被气死，真的！干你的目的是不是想要把我气死？干你快办到了，真的！干我现在心脏超痛。哦干！完了！我等一下可能会心血管暴毙哦。你就帮特哥争一口气。妈，这他妈低能了，妈全家都短脚，好吧，全家都短脚，不爽，没关系，你来找我，你要先别找我，我可以，好吧，你要先别找我啦，好吧，来来，戴宏林，来，你来找我，好不好？如果你有看到这一片，没关系。没关系，来，没关系，啊，来，没关系，没有看到这影片，来 ，IG， 我 IG 在这里，我 IG 在这里，好不好？我 IG 在这里，来，我来带给你，好不好？我来带给你，来，我来带在这里，好不好？我来带在这里，好不好？我在那听。欸，你电话暴露了，097是吧？七是吧？你电话就直接这样曝光给大家看，干你超尬死的啦！干超屌，干我小看你了，完了。啊，但我如果你看到这影片，没关系。啊，如果你觉得我讲的不对，还是我的逻辑怎样？烧我没关系，我就跟你烧啊！好了，我现在我真的不想再讲那么多了，好不好？今天又到这里啊，我是阿叔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啊！如果让我有开始过烧的话，没关系，我等你。我也可以直播，他一直播我开始播，我干你要鸡巴的，好吧？我跟你讲，我这 YouTube 我不怕被锁了，好吧？好，就这样，今天再见，拜拜。你赢了，
少哥，你不要再骂我了，少哥，少哥，你讲话。虽然我没有听懂半句，不过我完全懂你的意思。讲到我真的是差点就想去死，差一点。你再拍一部的话，我真的就会去死，去死，就达成了所有讨厌我的人的目的。你是 YouTube 界最高水准影片品质的创作者，看那个影片的制作，精辟的剪辑，完美的诠释你对外挂的讨厌。我不敢再惹特哥了，因为有你邵星辰罩着。我要是再出口一句特哥，闭口一句特哥，我打自己耳光。我不对，我错了，邵星辰我错了，我跟你跪了，谁都没有办法让我跪，谁都没有办法让我认错，就你。邵星辰，你成功了！我跟你跪！啊，哎呦我的哥啊！哎呦我的天哦！哎呦你！我该承受的网络酸民的攻击，你必须都得跟我承受，好不好？我要让你知道，你没做错事，你也会被人骂。我希望你的这个影片的这个留言有没有留言功能，你这个可以开起来。保证你一定哭，真的，你这种就是吼会被留言哦吞没，然后看到受不了，然后就想跳楼的人，你可以尝试看看。我是已经瘦了6年了，我已经无敌了。今天以后，你自己尝试一下，自己尝试一下。我这种公众人物是不是很扛？你也是公众人物。今天影片先到这边，我讲不下去了，我已经知道我错了，真的，我愿意跟大众道歉。愿意跟大众道歉，对不起，伤害你们耳朵，听一个白痴讲话，拜拜。